东西很漂亮，空气很好，污染没有很多，那个人在这里很友善。我觉得如果我是台湾人，我一定喜欢在这里，我是很喜欢这里的眼光的态度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那个护士都是很快乐做他们的工作，常常唱歌弹吉他，每天去病房跟人讲话安慰他们。那我觉得这个医院的环境是真的很好。那个谭医生、苏医生、罗医生，因为他们都爱神，所以他们的态度对工作是特别，他们真的对病人的、对病人的家属都会特别要表现他们的爱。那他们都很满意我们的护士、医生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差很多，设备东西都让我们差。那个床啊，我们的那个墙壁啊，可能不漂亮。那床在这里。对，所以他们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，因为他们知道医生跟护士都很会负责任看他的孩子。比方说我查房，如果孩子需要我查房三次，不是只有一次，那我不是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查房，每一天来两三次。那我的护理长也是很做很多 overtime， 如果他觉得需要的话，他会 overtime。我们就是这样。